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，他叫丁妥，他在一场云顶之弈的对局中发挥了那赌徒的性格，硬生生的将三星卡尔玛赌了出来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大妈就要来了。在他拿了亚索并打了一波十二连胜之后，操吧你疯了！哎呦，什么东西这么痛？什么东西？等等等等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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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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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等啊！